觉醒的 NPC， 我今天终于感受到了。你到底是谁？认不出来了吗？方小小。安美，我觉得你挺适合留在这个世界的。我是进来成全你们的爱情的。你到底要干嘛？你猜。卢婷。忍你们很久了，我本来给奈奈下了指令把你除掉，可没想到她也进化成感性 AI 了，脱离了我的控制，私自把你放，所以我只能亲自过来解决你。方总监在干嘛？没事啊。你在干嘛？我也没事啊。你让我先进去。哎、你不能进宝强，不行！哎，宝强，宝强，你不能进。安美，你就永远留在这个世界里吧。这支无限权限的笔可以毁掉这个世界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变成一组程序代码。
得回去。回去吧。回到属于你的世界。韩梅，因为你，我找到了我存在的意义。遇见你，我也很幸运。虽然时间很短暂。是够了。答应我一件事情，行不行？回去之后要自信、美好，你要一直幸福着，好吧？这支笔的能量足以造成整个世界的数据崩塌，这也是苏汉美回去的唯一办法了。